志之。我跟你爸爸妈妈说，跟我爸爸妈妈说，对，我先告诉老师了。我们不能是朋友，童颜版来喽！刘以豪、郭雪芙、卖萌，真的要收藏啊！弟弟啊，小鲜肉吗？蛮可爱的，很喜欢闹他。那我们来进行快问快答。幸福一家人，邱泽快问快答。开口闭口都是他，原来是妮可。黄总，上一场成人期首都先生，曹彦豪聊女友啾啾的。我是玉成，我是凯乐，我是丰田。Oh my god， 太帅了吧！哎呀，剪短了，剪短了，看一下，看一下，好看吗？好看呢，真的好看。但你之前有说我长头发比较好，是吗？我记得，你怎么会一直留长？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去剪的是？没有，一直想要剪啊，因为那个这个中。那种太长太长，而且很太久这样一样的发型哦，还要换一下。你上次这个发型应该是你很久以前团体的时候，对，就一可能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对对，太久没有这样子。出道的时候是一短发，对。那为什么不想要继续留得像乱藤阿翔那么长？那个真的很方便，不方便，这样子甩啊，这洗头发很难洗吧，很难干呢。不会啊，你就可以接一些洗发精还是什么代言。男生接洗发精的，可以啊，也有男生接卫生棉的。好像可以，反正就是烫卷了。烫卷原本就有烫，这个时候这个长度的时候。哦，所以你长发的时候也有烫头发哦？就让烫一个蓬松的。对对对对对对，要有个线条感这样子。所以男生也会烫头发哈？会啊。那烫很久吗？不会啊，就一样啊。我上次也有烫啊，就是烫一个弯度。你哪里有烫？我那个念大学那个系之前就有烫啊，有烫一个弯度，看得出来。哎，你们知道怎样吗？我们又要送礼物了。哎，要送礼物了，看首播拿好礼。排烟多功能的烧烤器，没错，没错，而且那个中秋节快到了，对，真的很需要哎，对，中秋节，端午节，即日起锁定每周二、周三晚上7:30的首播，然后下载我们官方的 APP 参加活动，然后记住我们节目中的三个通关密码，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会抽出幸运儿，就会送给你们这个，好不好？我现场 call 打电话给你们，我们要选出一位幸运儿，然后可以得到这个自动排烟多功能烧烤器，因为这个的好处啊，就是平常呢，对我们想要在客厅烤都不敢，为什么？就是怕那个烟油烟味。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对呀、啊，这个中秋节也可以用啊，而且现在年假快到了，端午节好不好？跟大家家人团聚的时候，送给妈妈家人们一个这个，她一定会很开心。你吃粽子也可以吃烤肉啊，烤粽子。哎，烤粽子有这种吃法吗？啊，对，吃粽子也可以吃烤肉，我跟你说，烤肉，对对对，主要是烤肉，很好的很好的礼物。没错，赶快来参加。那我们第一个密码是？我们第一个密码就是一。1123的一，赶快记起来哦，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密码，这是第一个密码。哎，而且你看，你得到这个，你带回家，你爸妈会多开心。哦，零用钱 double 了啦，对不对？这么开心，我给你一个，你零用钱要给我多少？真的？对啊，这可以用零用钱，这个太好用。可以问这个的价格吗？不难。我们可以等一下偷偷告诉你啊。OK OK， 你想买是不是？对啊，很高级。你喜欢吃烤肉吗？想要，所以你们想要两个在家里这样就是烧烤这样，一个人也可以啊，一个人也可以烤肉啊，孤单呢，不会，可以摆烤三串就好了。对对对，一个人烤太孤单了，可以的。喂，好了，我们进新闻喽，独家，我们不能是朋友，很可爱的童颜版哦，有以豪，叫以豪，你看好像熟，你的以豪，有以豪，还有雪芙、卖萌，赶快收藏一下，请看一下。那我只好帮你恢复记忆了，因为我发现我对你还是很有感觉。你有病吧？让我进去。到底想怎样？亲我。八大星系，我们不能是朋友。刘宇豪这句亲我，不知道撩中多少少女们的心。如果这桥段配上最近潮行的童颜 APP， 究竟能让大家都脸红心跳？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要不是今天在这边遇到你，我早就把你给忘了。那我知道半恢复记忆了，因为今天见到你，我发现我对你还是很有感觉。你有病啊！羡慕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太卡了。OK。还没。啊。你到底想怎样？亲我。走开。亲我。滚。对不起。左脚这样子不对。你觉得像吗？你觉得像吗？还是不像？不像。好，别找了。我小时候应该是这样。这么可爱的画面真的要收藏啊，换上另一场吵架戏码一样是 Q 到不行。我才是楚太太，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去找你的明浩，也不要来烦我的楚康文。小姐，请问你结婚了吗？还楚太太勒，笑死人了。我才是楚太太，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去找你的李浩。太太 ，Hello， 是楚阿嬷，回去当你的楚阿嬷。我来，走开，不来，我还没有说完，我才是楚太太。好，你是谁？天啊，我好胖哦 ！Oh my god， 你有几房啊？你拍到我的时候，他的脸会瞬间变大。跪求雪芙表情包。不过刘以豪与孙其君的这场打斗戏配上这童颜效果，欢迎收看儿童版的《我们不能是朋友》。你们是朋友以上，还是恋人未达，还是你已经牵手了？李浩宇，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啊！怎么样？我跟你爸爸妈妈说，跟我爸爸妈妈说，对我先告诉老师了，我告诉教官。教我们还没有教官呢、啊。我告诉主任，主任，我告诉校长。对不起，就说了，我以为是我的，你的，那你，雪芙，他找你，好讨厌，还给我这样动，好讨厌的人，你还半桌帮我白眼。他这个长相就是在一个班级里面最受女生欢迎，然后就会被其他男生讨厌。哪有，跟男生都很好，好不好？乱分析。你这个样没有跟着走，我跟大家都很好啊。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样很讨厌，你自己觉得他这样比较讨厌，还是这样比较讨厌？我觉得自己看这样蛮讨厌。自己这个朋友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很讨厌，有没有？那你觉得哪样比较讨厌？就是那种。帅的自己不觉得，那种人最讨厌，那种人最讨厌。谢谢你，我还说他。看到以豪都这么努力卖萌了，每周日晚间9:30，怎么可以不锁定八大综合台？我们不能是朋友。你有没有认真考虑当我的朋友？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一定要记得看哦，看一下新闻，蔡依林在流行音乐展里面嗨翻，还有寿星杨丞琳同台李荣浩放闪，亲我，小巨蛋的朋友们，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跳我们的蹦跳，跳我们的蹦跳，我们的蹦跳。流行音乐奖今年依旧齐聚许多大咖，嗨翻小巨蛋。昨天蔡依林一出场，果然气场超强。除了在 HIDO 拿下4项大奖之外，今年在金曲入围七项的九令，听说也要登上金曲舞台演出。我们还没有确定，然后的确有收到邀约这样子。你想看我表演吗？好，马上就答应了。全德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如果全德我就请大家吃饭。你们希望谁得奖？对，没有，因为真的有一些真的是前辈中的前辈了，前辈中的前辈，就是我敬仰的神仙，林忆莲姐姐，对，然后那个
我也好想要九令姐姐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想。然后西西又是我的好友，对。然后陈宁儿，我又欣赏她的吉他和她的轻松自在。同样也入围金曲歌后的艾怡良看好其他女歌手的奖，而自己最想得到的是这个奖的肯定。许愿得到什么奖的话，我希望会是一个全体的奖项，专辑类的，因为有太多的音乐人付出在这张专辑里面。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怎么能说得天花乱坠？而蔡健雅和王心凌也出席颁奖典礼，并献上精彩表演。被视为金曲遗珠的他们，虽然小小失落，但是再接再厉了，觉得自己要可能自己要再更努力一点这样。然后可是也因此就是这个金曲遗珠上了热搜，也是一件蛮嗨的事。我觉得金曲奖一直都非常疼爱我，我相信他们一直都有在关注我的音乐，然后我不会松懈，所以大家就是继续听我的音乐。然后我也继续相信音乐的力量，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呀。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看我的等待。而这位金曲大遗珠萧敬腾，这回带着心血加入的狮子合唱团，首次演出就献给 HIDO 流行音乐奖。大姐，没有，我跟他们现在同辈啊，对啊，真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团长在照顾我们，所以我不是什么前辈，但我们一起玩音乐就是真的就是很平衡的，就不会说什么什么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啊，跪下，没有。上的亮点就是寿星杨丞琳再度同台男友李荣浩啦。那时候他好像刚在表演，但没有看完，因为我就要去上台拿第一个奖章。我们要跟音乐有关嘛？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啊，可以问一下跟音乐有关的话题吗？可能你觉得很难得吧，我觉得很平常。谢谢。三四天吧。我这些年其实生日都不太不都会希望可以休息。我告诉你还叫惊喜吗？你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吧？我一告诉你都知道了。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连我自己平时入围的时候我自己都猜不到，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真的，我老跟别人说，我说感觉跟我不一定是我，对，我自己觉得搞不好不是，我不知道。而除了情侣同台，听说杨丞琳后台遇见潘玮柏，一见面就先撩了玮柏，又变胖啦。我没有，他每次都喜欢胡说八道。我其实特别今天，其实我不是想戴墨镜，但是因为上次来小巨蛋的时候被拍成那个歌仔戏，所以我今天特别戴着墨镜来，叫你们拍的时候不会有特别不好看的照片出去。对，穿这样，这很薄，大家不要误会，这其实很薄的。你知道，因为如果穿短袖的话，会我感觉有点。就是你知道，只是包不住火那种感觉。是说在后台不断被记者们围攻的还有他。你想要听什么？你的歌我都想听。真的假的？挡不住的太阳，不管我抵抗，我拒绝被绑架了思想，被植入了所谓梦想。绑架爱情哦。整到我了，算你得分。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说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这是什么嘉年华概念吗？
下一次希望可以请到有人可以一起跳啦，不知道是谁 ，I don't know。报道采访组采访报道，不要走开，等一下我们要公布第二个密码哦。好，休息一下。看首播拿好礼，我们要公布第二个密码。第二个密码是噔噔噔噔，起啊，起起什么呢？一起来，一起来，一起玩，干嘛呢？一起吃。一起，一起，好多一起，一起吗？在一起？不行啊，硬要第一个。一起，一起什么？一起什么？对对对对。可以猜一下。一起睡。我相信，哎，一起，哎呦，不行吗？不行，一起睡觉吗？你可以跟我说吗？排队，要排队，对对对，跟他说。一起吧，一起吧，一起吧。那我们要送的是什么呢？酱酱。自动排盐多功能烧烤器。对，你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烤盘，没有，它是多功能的，然后它会自动排盐，厉害就在这边。妈妈们就会很喜欢，因为自动排盐真的很好，很需要，可以在阳台烤。没错，因为你去有些烧烤店啊，你出完就觉得说身上不会那个的烟味，对。但是这个呢，就可以避免那种状况，因为它会把烟从旁边这个小洞洞这样直接把它吸走，吸走，真的很棒哎。对，而且我刚刚知道它的价钱很昂贵，超过高级的，超过这个，超过这个，不是500哦，是5000，超过5000，500，还有，真的，超高级的，很棒的一个。一起什么呢？一起什么呢？最近一个。可能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啊，要发生了，要发生了，期待好久好久了。杀青，一起杀青，对，一起杀青了，对，一起杀青。哎，恭喜你杀青了。对，谢谢谢谢，终于杀青了。拍了多久？拍了2个多月，快3个月。哇，很辛苦。有传出绯闻吗？因为不是都会日久生情吗？你刚吞了口水。不是演员容易日久生情。我们这部戏，因为我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感情线。没有，我没有感情线。哎，这样会不会剧透啊？可能后面我这边是一个认真的在干很多的大事的。OK， 对对对对对，大家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期待一下。第二个密码记起来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要送东西是不是？哦，我们先看一下专访《幸福一家人》邱泽快问快答，原来他是个地控。看一下，地控弟弟啊。小鲜肉吗？蛮可爱的，很喜欢闹他。那我们来进行快问快答。姐姐，黄小龙，对啊，他最常喷漆。他可能对，蛮可爱的。像有一次拍打戏，那个对方要来打他嘛，那照理说拳头过来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是做一下反应。对方就啊，然后动作都套好了，很正式。对方就啊这样过来，然后就站在那里没动。然后导演就咔，房小龙你要做反应啊。他说导演，他没有打到我。爸爸，不行，姐姐，弟弟，弟弟啊，小鲜肉吗？对不对？胶原蛋白最多。所以有看过他的鲜肉吗？没有，所以想那个看一下情人节。弟弟，他很容易饿，我觉得他应该还在长大吧。那好像跟他互动蛮多的。对，很喜欢闹他，觉得很可爱，很可爱。导演，导演的口头禅是什么？导演的口头禅，导演口头禅。OK， 谢谢李老师。跟谁都还蛮聊得来的，弟弟也有，姐姐也有，跟爸爸也有。跟弟弟有时候会聊球鞋，跟姐姐有时候聊也是聊表演，就是在聊那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客厅在那个家发生的事情。可能因为我们不同线嘛，姐姐有姐姐的线，弟弟有弟弟的线，然后我们回家的时候真的会分享。在彼此的这些线里面发生了什么？拍戏通常最常做什么事？看剧本。不会说想要跟大家哈拉一下，就是坐在客厅的时候会啊。对，但平常等的时候看剧本吃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拍的
那段时间很冷，对，就是肚子很容易饿。今天最幸福的事是？今天早上吃到过桥米线，今天下午吃到好吃的可丽露。对啊，早上吃到米线。跟谁？就坐飞机回来之后，我觉得吃到好吃的东西很疗愈。然后下午吃到一个可丽露。温暖、感动、疗愈，敬请关注《幸福一家人》。百分百赠奖活动，我们娱乐百分百呢要送给观众一个礼物，对，是罗大佑的演唱会门票哦，而且是一组两张，然后送给五组。五组，五组，十张的意思。那怎么拿呢？就是要去娱乐百分百的官方 APP， 然后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拿到他的罗大佑的2019年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门票。没错，青春无悔追梦版，你们一定很想知道题目是什么，对不对？我现在要公布喽。来，好，请问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2019年的台北摇滚场演唱会升级2.0版，这次的升级版本的名称是什么？我刚刚有说，对，他刚刚其实有说了，有提到 A 啊，不是 A， 一青春无悔追梦版，二青春无悔逐梦版，三青春无悔做梦版。给提示了，对，你知道吗？对，爸妈会很想要。对啊，这个是很好的礼物，送给爸妈也。流行音乐教父啊，你拿一个烧烤组，然后再拿一个两张门票回去，哇，爸妈开心。哦，你这个又零用钱破万喽，搞不好给你一栋房子。对啊，想换手机也直接换钱，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对，赶快来参加好吗？百分百会送你们他的门票。好的，下一段有超酷音呢，还有安以为还会公布第三个密码。休息一下。看首播拿好礼，要公布第三个密码。好，第三个密码就是干大事啦，所以连在一起就是一起干大事。谢谢卡扎梅拉，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哎，主要演员，顺便来这边。对，那个一起干大事好像在7月9号，应该是7月9号就会跟大家见面了。没错，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通关密码。对，通关密码就是一起干大事。现在赶快打开你的手机，好不好？去我们百分百一起揪活动。对，一起揪活动里面就有机会，然后待会我们会打给你，所以手机要准备好。没错，锁定每周二三晚上7点半娱乐百分百的 Live 首播，就有机会拿到这个这么棒的礼物。今天的礼物是可以帮你把那个油烟呐吸进去的烧烤器，烧烤器室内也可以用。没错，超级棒棒的哦，真的，赶快参加哦！题目就是一起干大事。那我们最后打电话给你，电话铃声响五声之间记得接起来哦。对，没有五声我们就挂断了哟。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新闻。好，来看一下新闻多连发，有姚鲁《白蛇传》，还有萧雨乔成为人妻后首度现身，恭喜恭喜！哇，一起干大事！哎，在西湖边上姚鲁的人，由鬼才导演宋少卿改编经典《白蛇传》的姚鲁《白蛇传》，简称鲁蛇传。在今天进行排练，咱们宋导还亲自下场示范武打动作，想不到居然。是真的，真的不小心打到，没有想到这个千算万算，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突出的部位，然后可以被打到。小时候练的时候从来没打过。虽然是穿越古今的奇幻情节，但在排练过程中，连白娘子的神秘咒语都很 international。目前呢，应该说是临时加的，因为到今天我才确定听到他的咒语。我们在前面排练的时候，他都是阿布拉阿布去加这样。我就想说，你可不可以真的给我们一句肯定的词？好了，我们在这祝福白娘子可以如愿找到她的欧巴喽！一起更加密，欢迎特别来宾超配音的还有安以为，欢迎 ，Hello， 耶！
喂，哪里酷？本人，是本人，是本人吗？比本人还酷，我会不会太像就是那种太粉丝太？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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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好好。接下来还有欢迎，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超不晕啊 ，P I 三人组 A K 欠尬聊别屌，哇 ，P 超别，嘻哈嘻哈，你好，我是立胜，我是欧吉虎。名哎，真好，那我要重讲。好，大家好，我是芭比爱的魔力转圈圈触电安以威。厉害啊！耶，太好了！爱的魔力转圈圈，你是他哥吗？超级红的，你去钱柜下次要唱，我拜托。真的吗？对，我姐姐现在唱给你听。好，要来。来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Hey. 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我要慢慢冒险。嘿，今天上次就这么好听了。对，很开心。这是大概是15年前的歌，但是最近真的国小、国中、高中都在听啊，大家都在唱耶，是，真的很厉害，开心。所以这次两位是三位没有四，两组是限定的组合吗？没有，我们就一起合作了一首歌，叫做《爱情摩天轮》。是，爱情摩天轮是要跟爱情转圈圈有搭档吗？没有，我们只是希望现在年轻人可以找到自己心中属于自己的那一座爱情摩天轮。哦，所以我要做这首歌。请问你找到了吗？我有。哦，找到几座？找到了一个县市都各一座，找到了一座之后又生了一座小座的，对对，很棒，真的很棒哎！奶奶，您呢？我也找到了，对，都找到了，对，找到了。哎，我还没找到，还没找到。那这次专辑除了跟安以威合作之外，还有哪些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们这一次是单曲啦，以单曲为主，就是发行这个《爱情摩天轮》的单曲。那我们后面会有这个《爱情摩天轮》的夜店巡回。那最近的时间是在6月15号，我们在高雄的 Show House 啊，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哎，好，电嗨。而且接下来我们要考验你们即兴 rap 的功力，好不好？我们会出题，然后我们要唱出那些字才算过关。哦，这个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五个关键字。哇。有九一打赤脚、无名指跟流鼻涕，还有大侠爱吃汉堡包，能够唱到这些歌词一下。我觉得这算简单哦。对啊，对来说简单。算简单，选一下。来玩一下，这算简单。然后我先退出。对你们来讲应该很容易，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嘛。对啊。这次爱情摩天轮的单曲其实蛮特别，就是嘻哈加电音的组合。对对，所以嘻哈部分就交给他们。所以我们要派哪一位呢？最嘻哈的就是欧吉虎了。欧吉虎。好几户 OK 吗 ？OK， 好，难不倒你吧？应该加油 ，OK， 耶！大家准备好了吗？耶，好了，哎，现在。现在 freestyle， 我要讲个秘密。这个秘密关于我的老板九一一。出去外面，不要让打赤脚，因为你会闻到难闻的味道。刚刚注意，凯乐姐姐的无名指，要不要跟我结婚？我可以送你戒指。但是没有关系，我等等下班我们去吃汉堡。我是大侠，爱吃汉堡包。freestyle 是他们都在练习，但是跟我比拼，他们没有能力。只能痛苦流鼻涕。是。你没有讲太。OK， 结束。这么帅，他是法律硕士，真的，好厉害哦，都考不倒你哎。没有，我厉害哦。我刚才是乱讲。是吗？对，希望老板不要听到。怎么会找没有找到那个什么？刚刚的那个摩天轮，我正在找啊，正在找。交友条件开出来了，你喜欢什么样的？对，喜欢的，如果可以像凯儿姐姐这么漂亮，或像安姐这么成熟动人，那我就可以。讲错了，这后面讲错了，重新。成熟稳重美，因为成熟稳重，因为我个人喜欢的是姐姐。哦，哎呦，扳回一城，我喜欢姐姐，我是姐姐控，所以喜欢成熟艳丽一点的。没错，真的，哎呦，真的。那我们两个硬要选一个。硬要选的话，你完蛋了，你自己出题了。我会自力那个修法一夫多妻制。好开心，好会回答。好，那今天
本人来到这边，当然要听你们唱新歌，欢迎他们演唱《爱情的恰恰》。耶，《爱情恰恰》。一只小雨伞。爱情摩天轮新歌，鼓励鼓励。这是超会赢啊！来 ，DJ 给他敲落去。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把你的双手借给我，一起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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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说到了一辈子不分开，让我牵起你的手，和你奔向浩瀚的宇宙。Let's go, let's go, let's go。约定了就一起走，和你坠入爱河的尽头。一圈、两圈、三圈，旋转的摩天轮。四圈、五圈、六圈，幸福的摩天轮，属于你的、我的，浪漫的。哇，所有观众朋友，你们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跳起来了吗？啦啦啦啦啦，爱没放假，够台吗？爱情摩天轮啊，转啊转啊，再狂跳！啦啦啦啦啦，一起吧，最后一次，我的手回家，哎，耍！最后再好好的宣传一下，会有见面的活动吗？跟粉丝？这一次还蛮特别的，爱情摩天轮应该算是我首例第一次进到夜店去宣传。对，在6月15跟29号。对，其实我们一开始不太相信安姐，她很少进夜店的。安姐那个年代没有夜店。不然是什么？哎哎哇！你是讲错话了。有，我有去过，因为那时候公司其实蛮保守的，我有去过康康哥的夜店。陀中康康哥，不是，就是那位康康两个字的、哦、康康哥，对，哦、真的、哦，对他早期有开夜店，然后我们有去做宣传，很嗨，然后事隔10年后我就没有再去了，所以这一次是我特地跟为了他们公司说我要去夜店，顺便去玩，哦，对，想要感受一下我青春的时候没有享受到的，所以只有两场吗？目前是两场，对，目前是先敲定两场，那我们后面粉丝专页会陆续公布。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场次跟日期，好的，对，我可以说怎么搜寻我们的粉专吗？当然，请说，打上“臭皮皮娜”四个字，在 Facebook 可以找到我们。另外，我们 YouTube 搜寻“臭皮皮娜”也会找到我们的频道，哎，订阅起来，按下小铃铛，哎，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谢谢。然后我也会带我的经典歌曲到夜店跟大家分享。哇，期待一下，一样去现场感受一下。谢谢安以为还有超酷音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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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段回来我会抽出幸运的哦，休息一下。好，现在 call 时间到了，手机记得好不好放在身边，我们即将打电话给你啦，快点快点。好，我们先抽出幸运儿，今天就是这一位了，一组幸运的一位了，来抽，到底是谁呢？恭喜得奖是黄冠勋，黄冠勋，冠勋哦，冠勋在吗？在吗？我们要开始打给你咯。冠勋，你记得把电视关小声一点，不然你会听不太到我们说话。冠勋，记得5声以内要接球。这样算一吗？哎，冠勋。喂。嗨，冠勋。嗨。嗨。冠勋，我在巷口的 Seven 等你，你怎么都还不来？为什么不下来呢？好。冠勋，你这样人家会以为我们是 C 的哦。没有。冠勋，我知道。请说。你有在看节目是不是？有啊。啊。耶。请说密码。一起干大。答对，恭喜。很棒。那你知道一起干大是谁的戏吗？完蛋了。挂掉，挂掉，是雨辰的。冠勋，
你好，对，他开玩笑的，没关系，到时候要寄出的时候，我会阻止他们寄出去。你没有收到了，好了，跟你讲是我的戏，我戏叫一起干大事，暑假就要播了，欢迎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冠勋？冠勋，你几岁？我啊。三十，但你声音听起来很像二十，对啊，很年轻出头，哎，对啊，真的吗？对啊，怎么样？你这是有在爽是不是？哎，真的吗？感觉那个有听到那一头的少女心。你是哪一个类型的？就你的皮囊？皮囊，就是温柔的还是霸气的？阳光？自己讲好吗？可以。不然你旁边有人吗？可以帮你讲。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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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我们很忠实的粉丝，才会去上那个 APP 抽奖吗？三十岁。你看几年了？看很久。那你最近是最喜欢看《狼人杀》吗？还是看凯乐？看凯乐玩《狼人杀》。哇！很会讲话，真的。冠军真的不得了。真的，冠军不错。送这个之外，还送这个，送这个。还要送什么？还有签米，签给这边。送爱心。还有送你他的跑车，真的跑车。我的跑车，我怎么送什么？我要火箭送给你，好不好？送火箭给你。恭喜哦！恭喜你哦！恭喜！那祝你端午节快乐。好。啊，快乐，快乐，每天要看鱼摆哦。对，有。好。要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哈！恭喜冠勋，谢谢冠勋，恭喜你，拜拜。哎，冠勋这次跟我们讲电话比较没有 delay， 真的，因为他应该有听你话，就把那个电视转小声。真的很专业，冠勋。对啊，果然是忠实粉丝。对，看了好几年，我真的好开心。真的，虽然不知道我的戏，但是我相信这时候你知道了。他知道了，他知道，已经知道。真的，跟你们暑假真的是笑到你们会流眼泪。我最喜欢看喜剧，哎，对，我真的好喜欢看喜剧。真的，你好笑吗？我现场演，我是会自己忍不住，我会笑场，会笑场，会笑场，因为我们里面我们很多即兴的东西。就即兴的东西，反正是剧本没有的，剧本没有加东加进去。剧本有，但是我们也会加。然后剧本没有，我们就突然生出一个。就是我那时候跟李罗大哥、跟苗和丽姐他们是真的太多那种喜剧的活。你在现场，你唯一很难的是你就是你要忍住，憋笑，憋笑。哎，那他们就是像电视上看起来那种形象吗？就是都很好，人都非常人超好，是不是？对，罗哥就是真的是很好啊啊，你看就知道，然后里面表情就很有戏，真的我好期待。你刚刚是想要尝试模仿李罗大哥吗？李罗大哥，对啊，他就会这样啊啊，那这样就会这样，真的在里面好好玩，我就好期待啊！你可以再说一次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今年暑假就在八大综合台应该是7月9号的时候会播，陆陆续续应该到6月中，我们就会开始一连串的宣传，然后会有很多的活动跟你们见面。然后我等一下可以先偷偷给你们看那个一点点小小片花哦，但是这个片花是还没有释放出去，所以他们不能看，我们三个可以看，我们先私下。好，对，非常期待，哦，真的期待一下。好了，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超精彩预告哦。偷偷给我们看一下一起干大事的片花，好精彩哦！真的片花，感觉很好玩呢。对，很好玩，真的，我真的在里面玩得好开心哦。那杀青会舍不得，有哭吗？我倒没有哎。你有杀青哭过吗？有。我有一部戏拍那个篮球的，那为什么这部没哭？因为那部时间太，我们拍的那部时间拍了7个月，哦，因为拍太久了。那这部是。就是反正是感动比较多了，就是我一种当然就是会很期待那个作品赶快上，就不会有那种太成就感。对，是一种成就感大于那种要结束的那种感觉。嗯、对，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支持。对 对, 對。但是有一个题外话，我刚刚听到一个就是惊人的发言，他说有可能就是普通我们在晒棉被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大太阳底下晒棉被那个香香的味道吗？那个是尘螨的味道。他们说那个可能是尘螨被太阳紫外线烧焦的味道，所以尸体的味道呢，就是小小的那种。那个味道很舒服哎，我超爱闻的，所以每次那个棉被给太阳晒过，我都会猛吸耶，所以尘螨的尸体都一直在。就把尸体的味道吸到叫太阳。但这个有一个标准吗？这个是对的吗？
不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啊，因为妈妈们都很喜欢晒棉被啊，天气好一定会拿出去晒、啊。所以其实城门的尸体很香哎。对啊，但我有听过，就是把那个棉被晒干的时候，那个虫会往里面跑躲。你说躲在更里面，对对对，所以其实烧不死他们。我听说的是，但不确定。是哦，是哦，尘螨。哇，这话题很难收哈。对啊，收这个尘螨。只能说希望大家还再去查一下这个资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还要知道真相，我们也想要知道一点真相。没错。对。还有我昨天呢，就是晚上就在滑手机滑那个娱乐新闻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一个非常令我震惊的新闻，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么突然，很惊讶。就是贺大哥的新闻，你们有发龙吗？有有有。因为其实贺大哥是我一直非常想合作的，一个主持大哥。然后我觉得很幸运，我有在娱百遇过他，然后每次跟他相处，都觉得他在节目上就是随手就是梗哎，信手拈来，对，超级幽默的。对，而且我们也看他的戏，他的戏真的是好好看，好好看。嗯。对，真的希望贺大哥一路好走，然后没有病痛了。对，然后也请贺大哥的家门人们可以节哀这样子。对，然后你的幽默啊，还有你所有很棒的作品，都会一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没错。对，谢谢贺大哥给我们这么快乐的一个年代。没错。好的，那要进预告了，明天也是 live， 等下播的 MV 是超不一那，还有安以为的《爱情摩天轮》。晚安，明天见喽，拜拜。